如今叙利亚内战的焦点已转至化武的清理上缴和销毁，大国博弈的重心重回联合国安理会。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后，叙利亚已成为了大国势力决斗的战场。在这决斗场上，俄罗斯却一直是巴沙尔政权背后的靠山。在叙利亚内战发生以来，人们看到俄罗斯的军事机器正重新强壮起来，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正在强势的崛起。美国媒体因此而感慨，普京此次外交之举复活了一个看似逝去的时代的记忆。对于俄罗斯来说，叙利亚是在中东战略位置的核心所在。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相邻，西与塞浦路斯和地中海相望，是名副其实的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桥梁。尤其是由于叙利亚南部的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有领土争端，使得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十分重大。1967年6月5号，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把叙利亚和埃及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夺取了叙利亚的门户戈兰高地。1971年，叙利亚和前苏联签署条约，为叙利亚提供军事装备以提升国防，同时前苏联在塔尔图斯修建基地。前苏联的军事顾问教官也常驻叙利亚，对叙利亚与以色列的作战提供各方面帮助和支援。此外，老阿萨德还将大量家乡子弟送到前苏联留学，在叙利亚培养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军政亲苏集团。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前苏联为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云集叙利亚的苏联军事顾问多达3500人，使叙利亚在战争中顶住了以色列军队的反攻。1980年，前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为期20年、具有同盟性质的苏叙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第三方对叙利亚发动侵略，前苏联将介入和干预。这个条约长期支撑着苏叙两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在以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为主的所谓抵抗轴心中，叙利亚成为关键环节。这一轴心是对美以中东霸权的唯一有效制衡。上世纪70-80年代是苏叙同盟关系最为稳固的时期，当时的叙利亚有苏联人的以色列之称，是前苏联在整个中东最可靠的盟友。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也不会有今天的叙利亚。有一种说法，无埃及无战争，无叙利亚无和平。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历次中东战争它是主要的参与方。叙利亚、埃及、约旦这三个国家在历次中东战争当中是站在一方的，这个苏联也是支持这一方的，这一方可以说成了苏联事实上的盟国。冷战期间，作为当时前苏联南下印度洋的通道，大量的军火被以军援的形式出售到叙利亚，使其成为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支撑。1991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二战以后前苏联在东欧经营了几十年的庞大华沙条约军事联盟纷纷倒向了西方。进入21世纪，北约东扩愈演愈烈，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纷纷加入北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先后因颜色革命而发生政权更迭。2007年底，美国小布什政府决定从2008年开始建设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欧洲反导系统一旦建成，将使俄罗斯的战略导弹的威慑力量在欧洲无用武之地。在中东，衰弱的俄罗斯无力与美国继续对抗，与叙利亚的同盟关系也陷入了15年的停滞期。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塔尔图斯是叙利亚第二大商港与渔港，在大马士革西北方向约170公里处，
市区只有横竖几条街道。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却是冷战时前苏联与叙利亚蜜月期的见证人。1971年，去现任总统巴沙尔的父亲阿萨德上台后，与前苏联签署条约，前苏联在塔尔图斯修建海军基地。在前苏联强盛时期，前苏联组建了海军第五地中海分舰队，对以色列和美国第六舰队实施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塔尔图斯港曾经是停泊和补给基地。前苏联解体后，分舰队1992年被解散，塔尔图斯港的基地几乎被俄军废置。随着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塔尔图斯港又繁忙了起来。如今，这里对于俄罗斯来说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因为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以外唯一的军港和军事基地。它还是俄罗斯军火进入到叙利亚的第一站。俄罗斯的这个军火通过海路，往往是先运到塔尔图斯港，由塔尔图斯港再转运到拉塔吉亚，由拉塔吉亚再分送到这个政府军的各个战区、各支部队。今年3月15号，英法建议取消武器禁运。作为回应，4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俄太平洋舰队舰船编队已前往地中海，着手组建俄罗斯地中海分舰队。俄海军总司令齐尔科夫说，舰队将由5艘至6艘军舰组成。如果在地中海周边俄罗斯没有一个落脚点的话，他的黑海舰队就是一个内湖舰队，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呢就是一个跟东方局势无关的一个远洋舰队，就没什么用。所以俄罗斯从自身的利益来讲，他离地中海那么近，他必须要找一个立足点。法国《世界报》网站说，叙利亚海面上的俄罗斯战舰将阻止可能针对大马士革政权的军事打击，发挥威慑作用。在军事干涉情况下，俄战舰还可起到预警作用，通知叙利亚即将到来的美国导弹。有评论说，塔尔图斯港也可能成为叙利亚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仍保留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战略核武器库。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能源价格上涨，使世界上能源第一大国的俄罗斯得到了最大的经济好处，国力逐渐加强。普京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军队没有前途，国家也就没有前途。2010年12月13号，曾是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公布了一个庞大的强军计划，在10年内，俄罗斯政府将拨款20万亿卢布的军备计划，相当于4万亿人民币。2012年5月7号，普京第二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的当天，就签署了一项关于俄罗斯军备问题的总统令，要求在2020年之前，武装部队及其他军事现代化武器份额达到70%。优先发展核威慑及空天防御系统，注重北极和远东海域的海军力量。进入2013年，俄军演习在规模、持续时间、演练强度上不断创造新纪录。在俄罗斯的西部，今年1月20号，俄罗斯海军开始在黑海和地中海海域举行前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舰队间联合军事演习。参演包括俄罗斯四大舰队当中的3支，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由于演习的区域之一就在地中海水域临近叙利亚，所以受到高度关注。3月28号，普京从南非金砖峰会返回俄罗斯途中，凌晨4点从飞机上下达命令，在黑海地区启动了突击战备演习。在俄罗斯远东地区，7月13号凌晨，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刚刚结束，俄罗斯中部军区、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空军远程航空兵与军事运输航空兵就展开了突击战备演习。大约16万名军人、5000辆坦克和装甲车、130架飞机以及70艘军舰参加演练，又一次刷新了冷战以后俄罗斯最大军事演习的记录。
普京曾经多次引用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俄罗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毫无疑问的，它不是一个亚洲大国，也不是一个欧洲大国。苏联解体以后留下的这个基本边界它不会再放，而且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现在越来越强。如果你再说中美两极拿一些数据比，俄罗斯人口不行啊，什么经济不行啊，什么什么这些，俄罗斯会非常生气的。他至少要做到什么呢？至少要做到欧洲事务你离不开我，远东事务你也离不开我，解决日本问题、朝鲜问题都离不开他。同时俄罗斯跟越南也保持了很好的关系。1999年9月，刚刚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两次战争根除了车臣分裂势力。2008年8月8号起，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通过战争手段完成了周边地区的安全保障。普京还有一句名言：领土争端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扫清了周边障碍以后，2013年开始，俄罗斯大张旗鼓地走向海外，宣示昔日大国的威严。最近，围绕着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俄罗斯频频主动出击。这一年，也许正是俄罗斯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的重大转折点。叙利亚搅动的是全球的政治版图，在全球反对对叙利亚动武的声音中，俄罗斯的态度无疑最强硬。在美欧主导的中东，叙利亚常常以莫斯科的盟友、集团中的最后一个成员的身份示人。那么，叙利亚到底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让俄罗斯如此大动干戈？发动任何战争都需要考虑代价，奥巴马必须在付出和获得之间做出权衡。现在的叙利亚已经成为俄美在中东博弈的试金石。9月21号，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向媒体确认，该组织已经收到叙利亚政府按要求提交的全部化学武器清单。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正在对大马士革的化武资料进行审核，内容包括有毒物质的种类、储存方式和存放地点。据专家估计，叙利亚政府拥有大约1000吨的芥子气、VX 神经毒气和沙林毒气。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警告称，如果叙方提交的化武清单存在漏洞的话，此事也会直接交由安理会处理。那么，将叙利亚化学武器运往何处、如何销毁，无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在叙利亚可能性不大，它面积不大，合适的销毁地点都不大好找。巴沙阿萨德政权是一个主体，你负责销毁，你负责监督，什么交出来什么的不扩散。明年5月，人家就要大选。你这不是通过一种巨大的交易保护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至少挺到明年5月吧？到明年5月还不到1年呢。这个选举你承认不承认它结果？巴沙尔会拿明年这个选举作为另外一笔巨大的交易。获悉叙当局提交化武清单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谨慎欢迎，称这是美方努力推动的积极进展，但报告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评估。在这之前的17号，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出现严重分歧。法国、英国和美国要求这份决议包含威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内容，但是俄罗斯已明确表示无法接受含有这一条款的决议。Они не хотят в Совет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инимать резолюции, приче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 главе 7, которая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мер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нарушит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включая санкции, в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ил. А нас сейчас наш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артнеры даже начинают так потихонечку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мол, если вы в Совет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е примете резолюцию по главе 7, то мы свернем работу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ааге,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 запрещению хим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再讨论化武问题的时候，不会脱离美苏达成的这个协议框架，但是会突出一点，就是对责任者的惩罚，恰恰在对责任
者的惩罚这方面，俄罗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决议呢，如果说不给反对派一些安慰，恐怕阿盟还有所有这些反对派呢，也会不依不饶，这个又让美国呢，比较为难。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安理会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一种力量的和智慧的一个博弈。20号，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政府军与反对派在城市街道中展开巷战，双方互掷手榴弹，并在沙袋等掩体的保护下向对方射击。目前，叙政府军和反对派分别占领阿勒颇部分地区，双方在此持续交火。9月22号，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莫斯科坚决主张吸引反对派加入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进程。拉夫罗夫指出，援引部分以色列人的信息得到证实，叛乱者最少两次控制了化学武器库所在地区，而且化武有可能在他们手中。我们也知道，叙利亚政府情报部门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每天都在进行密切的交流。啊，他在战场上的重大行动，啊，不可能不告知俄罗斯的情况下，啊，来进行这样的攻击。同时，俄罗斯在叙利亚营以上的部队当中都有自己的顾问。啊，如果他使用了化学武器，俄罗斯方面会非常清楚。We would like to say to our friends, 叙利亚反对派对美俄达成的有关化武协议一直表示不满。作为叙反对派的强力支持者，法国总统奥朗德19号发表讲话，暗示法国可能在一个有节制的范围内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3天前，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正式授权对叙利亚反对派进行非致命性的军事援助，但美方并未透露援助的具体细节。尽管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和平使美国暂停了军事打击计划，然而聚集和笼罩在地中海上空的战争乌云并未因此有所消散。目前，美国海军4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1艘斯托特号导弹驱逐舰和1艘圣安东尼奥号两栖战舰在地中海待命。至此，美国对叙利亚动武所涉军舰已增至6艘。据俄媒体报道，9月20号，俄罗斯黑海舰队信息保障处处长维切斯拉夫表示，俄罗斯四大舰队中的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已驶入叙利亚沿岸。目前，俄海军在地中海上的舰只数量已经超过了地中海的美军和法军战舰。而在9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表示，如果叙利亚遭到美国的军事打击，俄罗斯将会出手相助。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多次展示了对叙利亚的高调支持，使围绕叙利亚危机展开的各方博弈更加复杂化，局势一度扑朔迷离。那么，俄罗斯为什么在叙利亚问题上超级强硬，缘何一再力挺叙利亚，甚至随着美国战争调门的升高有更加强硬之势？俄罗斯的底线是自己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切切实实的利益。如果把俄罗斯逼急了，如果奥巴马玩得不好，是吧，或者是像法国、像沙特这些国家、土耳其这些国家铤而走险，把俄罗斯真惹急的话，俄罗斯真敢打。而且叙利亚这个地方是个特别好的战场，对俄罗斯来讲，离他本土有一定的距离，你们谁也不敢打我本土吧。我派出这两个舰队的这么10几艘军舰在那点，你打上我1艘，我都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报复你，手上有的是牌。叙利亚提交全部化武清单，美国能否暂停军事打击计划？普京提出以色列弃核，撬动美国战略基石。俄罗斯向地中海派遣军舰，多面出击，立足美国军事干预。俄罗斯力保叙利亚的背后，叙利亚俄美试金石，深度国际，敬请收看。早在2011年，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就曾公开表示过，有一些人企图改变叙利亚，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叙利亚离俄罗斯很近。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内战的前前后后，俄罗斯总是站在第一线，
与一些中东国家和西方大国单打独斗，不遗余力地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撑腰助威，甚至不惜与美国对抗。那么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对于俄罗斯来说，它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呢？自叙利亚局势发生动荡以来，俄罗斯高调派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编队造访叙利亚。据报道，地中海海域的俄罗斯舰船总数最近已达11艘。Будем ли мы помогать Сирии? Будем. Каким сейчас помогаем? Мы поставляем оружие,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俄海军总司令部高官表示，尼古拉·菲利琴科夫大型登陆舰6号携带一批特殊货物，紧急前往东地中海执行作战执勤任务，但他没有透露这些特殊货物具体是什么。有媒体猜测，这也许是为叙利亚提供的防空武器。如果叙利亚获得俄罗斯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禁飞区将是一场噩梦。据报道，俄罗斯与叙利亚原定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4套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后来又推迟到2014年春交付。S-300是俄罗斯第三代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对各种类型的飞机和巡航导弹都有很强的拦截能力。1984年就开始服役。У нас есть контракт на поставку С-300. Мы отдельная компания это поставили, но вся поставка не завершена. Мы пока ее приостановили. Но если мы увидим, чт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какие-то шаги. 冷战结束后，叙利亚至今仍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购买国。俄罗斯目前对叙利亚投资总额达200亿美元。据俄罗斯政府官员估计，大约有3万名俄罗斯公民生活在叙利亚，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时期呢，包括后来的俄罗斯，为叙利亚政府培训了大量的军官，中级、高级军官都在俄罗斯受训，很多军官回去的时候啊，都娶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新娘，嫁给叙利亚高级军官的这些俄罗斯新娘啊，他们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切尔克斯人呢，在这个叙利亚经商，经商的人很多啊，这些人他们这个赚了钱回来也反哺自己的母国，反哺自己的这个故乡，将大量的侨汇寄回到了北高加索地区啊，这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利益，一个经济利益。Any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by anyone anywhere is a crime. 但谁是施暴者，联合国秘书长与核查报告都未明说。在叙利亚冲突中，据西方媒体透露，反派组织大约在100个以上，包括境外反对派、境内反对派、温和反对派，还有武装反对派，其中还混入了穆斯林极端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叙利亚形形色色的这个几十个叫得出名的反对派组织，他们这个凝聚力非常差，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有不同的背景，法国系的、美国系的、土耳其系的、埃及系的，什么都有。而这些政治反对派对战场的姿态一点调控能力都没有，基地组织不听他的，自由军也不听他的。2011年4月22号，叙利亚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政府进行镇压，造成几百名平民丧生。无独有偶，也就在叙利亚发生动乱不久之前，2010年12月，突尼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推翻了专制政权。2011年1月，埃及发生了动乱。2011年2月以后，利比亚逐渐转成为内战。在此期间，也门、巴林、沙特阿拉伯等国相继出现了抗议活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使整个中东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家威廉·恩道尔指出，席卷中东的所谓民主浪潮并非自发，而是依据美国五角大楼和中情局联合在2003年提出的大中东计划。这个美国扩大军事控制的一幅蓝图，
一直延伸到摩洛哥、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安道尔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华盛顿政府及其关照的一批宣扬人权、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精心培养当地自发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亲美的国家政权更迭，推进五角大楼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导战略。然而，经过所谓民主改造的伊拉克、埃及等国选择了民族主义路线，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反美极端分子。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撰文称，现在随着阿拉伯世界频发暴动，美国燃起的乐观情绪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永远消失。华盛顿面临着伊斯兰势力明显崛起，对曾经视为盟友的国家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局面，与美国期待在中东广泛建立亲美政权大相径庭，依仗美国强大力量的大中东计划也走向失败。冷战结束后，一直到2003年，甚至我们把它延续到2006年，美国的确是想打谁打谁，不该打的他扎了茬也打你，而且一打就挺狠，但是每次打了以后就发现不如不打，打了以后麻烦更大。塔利班包庇基地组织坏，美国恨，是吧？两个大楼给撞死那么多人，然后马上就把塔利班给打灭了。灭了以后突然发现伊朗很高兴，伊朗省了10万精兵，原来伊朗在和阿富汗边界对峙，有10万革命卫队精兵准备打塔利班的，结果不用打，美国帮我打，高高兴兴。打完了，紧接着又打萨达姆，伊朗人又拍手，东西两个敌人都让你美国给消灭了。而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遇了多大麻烦？后来，他得到了什么？在伊拉克遇到了多大的麻烦？他得到了什么？2010年。奥巴马把目光转向了亚洲，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美国开始实施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中东政策。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明确放弃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提法，代之以打击暴力极端势力，以缓和伊斯兰世界的反对声音。2011年实现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布什的大中东计划，把维护地区稳定摆在了首要位置。面对叙利亚当前的化武危机，美国政府一贯的强势的底气也有所下降。美国现在很难做出一个打与不打的一个选择啊！美国是想在亚太地区调整战略，但是中东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啊！如果说现在的中东地区，那么就给这个中国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啊！这也是美国国内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美国战略界一直在争论啊，是反恐重要还是抑制欧亚大陆潜在的对手重要。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美国撑腰，英国、法国以及沙特等国家都没有能力单干。去年6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若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不会对叙利亚采取武装干预行动。美国政府仍希望国际社会加大施压，促使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所以美国就搞一个力量再平衡，就是淡出中东，在中东卸担子，在东亚、在亚太地区挑担子。而这个转变是从2006年就开始转的，并不是现在。而美国淡出，自然就给很多国家提供了机会。你看现在都很积极，沙特很积极，卡塔尔很积极，土耳其很积极，为什么？他们知道美国人要放松手，而这也恰恰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几十年不遇的历史机会，天大的机会。你走我进来，你退一步我进一步。叙利亚提交全部化武清单，美国能否暂停军事打击计划？普京提出以色列弃核，撬动美国战略基石。俄罗斯向地中海派遣军舰，多面出击，立足美国军事干预。俄罗斯力保叙利亚的背后，叙利亚俄美试金石，深度国际，敬请收看。8月21号，
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平民的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震惊。可是在没有确认此案元凶的情况下，美国和一部分西方国家就要求严惩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并扬言立即进行军事打击。叙利亚危机到了紧急关头，大战一触即发，叙利亚成为了俄罗斯与美国较量的试金石。俄罗斯依据联合国宪章据理力争，调动海空军针锋相对，紧急展开外交斡旋，广泛联系爱好和平的国家，积极调查制造惨案的凶手，并说服叙利亚政权交出全部化学武器。一度紧张的战争态势暂时平息下来。在这一次战争危机中，俄罗斯不仅成功地扭转了危机局面，而且强势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8月27号，美国海军第五艘导弹驱逐舰进入地中海，并在靠近叙利亚海域集结待命。军舰上全部部署有射程19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而在阿拉伯海还有更为强大的杜鲁门号与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8月29号，英国向距离叙利亚海岸仅200公里的塞浦路斯派出6架台风战机。同一天，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西地中海，最先进的舍瓦利耶保罗号护卫舰也离开法国土伦港前往东地中海。面对西方大国的战争威慑，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任何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普京已经反复多次强调这一立场了。俄罗斯人不能忘记1999年北约军事集团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科索沃发动大规模空袭，迫使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从科索沃撤军，科索沃获得了独立，俄罗斯灰溜溜地撤出了部署的军队，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受到了羞辱。第二次是在2011年利比亚冲突期间，西方国家凭借反对派提供的虚假新闻，在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卡扎菲政权狂轰滥炸，最终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去年7月，普京就表示不能容忍利比亚模式在叙利亚重演，因此这一次叙利亚化武危机期间，俄罗斯与中国开始加强了协商。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然后受动武权，这方面是有一定的教训。在叙利亚问题上呢，就要表现得更认真、更负责一些。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在叙利亚复制了利比亚模式，于是呢，国际法就要改变了。一再这么做，就确认了一个原则：当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外部可以出兵干预。那么谁是潜在的受害国呢？恰恰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幅员辽阔，它接近中亚的一些地区，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你它同中亚一些国家的关系也不是很稳定，它在是它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稳定，你很难在保证俄罗斯的一些边界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不发生类似的事件。8月21号，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西方国家剑拔弩张，俄罗斯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外交活动。普京与美国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这张照片是9月6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G20 峰会全家福合影的时候，奥巴马有意低头不看普京，普京却做了个无奈的鬼脸。这一对冤家的幽默表演让与会首脑们笑了起来。本月21号，美国官方认为叙政府的申报比华盛顿预料的更全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也表示，通过和平方式完全移除叙利亚化武是可能的，但需要紧急采取行动。美国的表态也使叙利亚反对派发生了软化倾向。反对派全国联盟主席加尔巴2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愿意在成立具有最广泛权限的过渡政府的基础上参加叙问题国际会议。这一表态明显反映出反对派放弃以巴沙尔下台为参加谈判的前提是重要进展。在俄罗斯不懈努力之下，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战争引信终于初步摘除，俄罗斯连续主动出击。
这个曾经衰落的世界大国重新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次叙利亚危机的关键时刻，以柔道擅长的普京赢得了比分，风头盖过了奥巴马。至于美俄协议是否真能落实，经历过叙利亚局势在战与和之间的过山车般摇摆的一周，似乎已没有人敢给出明确的回答。美俄达成协议，叙利亚危机能否化解？化武换和平的背后是美俄两国博弈的结果，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绩。然而化武换和平能否真正给叙利亚带来和平，还存在很多变数。22号早晨，一枚迫击炮弹落入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俄驻叙利亚大使馆院内，并发生爆炸，造成使馆3名工作人员受伤。俄外交部在通报中说，这枚炮弹是反政府武装发射的，俄方目前正与叙政府合作就事件展开调查。这次的袭击事件也预示着叙利亚危机还在持续动荡。9月18号，奥巴马对媒体公布了结束叙利亚内战路线图的3要素：销毁化学武器，消灭基地分子，巴沙尔下台换取和解。这是美俄叙达成器物换和协议后，奥巴马首次公开谈论叙利亚内战，也是他长时间回避巴沙尔个人命运后重申赶走其人的首次表态。就在奥巴马说出巴沙尔必须下台的第二天，9月19号，普京在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出于军事技术优势，以色列已不需要核武器，而叙利亚正是为威慑以色列核武才发展化武的，以色列也应放弃核武器。评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给美国摆下了一盘大棋局，他的杀招是将以色列的核武器与叙利亚化武挂钩。如果你把这个地区看整个一盘棋的话，下一步真正面临压力巨大的是以色列。叙利亚交出化武了，你们之间这个平衡怎么办？迅速的该达成协议了，你们该谈了。回过头找伊朗的时候，伊朗说叙利亚交出化武了，以色列有核武，你又不让我有核武，好，以色列交出核武，我也交出核武，我也放弃彻底修改我的核计划，以色列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人们都知道，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利益的核心，也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普京这一手一箭双雕，不仅给以色列增加了核武压力，也给叙利亚减轻了化武压力。在伦敦出版的《阿语生活报》认为，普京在与美国新一轮角力中提起以色列核武器这一敏感问题，并将它与叙利亚的化武挂钩，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叙利亚拥有化武进行开脱。同时，普京的讲话也正中以色列的软肋，因为以色列从来都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印度亚洲通讯社21号称，如果美俄将以色列和逊尼派的沙特利益丢在一边，那么他们将呼喊被谋杀。如何搞定这种局面，让华盛顿面临压力？叙利亚它是近些年形成的一个很庞大的什叶派同盟的中间很关键的一环。如果你不解决好什叶派同盟的基地，就是伊朗，没有决定同伊朗解决伊朗问题的这方针的时候，你仓促的把叙利亚拖入场战争的话，你就断绝了将来跟伊朗和解、政治解决的希望。所以呢，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在叙利亚针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行动和针对伊朗，这个是相互联系的。就沙特阿拉伯来讲，他希望借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来削弱这个什叶派联盟，来削弱伊朗，从中获利。但是这个现在这种企图显然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实现。化武换和平到底希望有多大？评论认为，要看美国政府认为哪种方案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在叙利亚局势没有变得符合美国根本利益前，发动战争的按钮始终都在奥巴马的手中。分析人士指出，在这场美俄博弈的危机中，俄罗斯明显技高一筹。
随着事态的进展，明显掌握了主动权。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保护对象一步步走向失败。此次叙利亚危机的处理是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的佐证，其他地区事务也在大踏步展开。虽然他有开启战争的能力，但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束战争的能力在下降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啊，大国协调开始重新显现出来啊。我们不能仅仅的将俄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这种交锋理解为两个大国只有冲突没有合作。其实我们看，在任何一个国际热点问题上，没有主要大国的参与，没有大国的担当，这个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啊。俄罗斯的反建构能力越来越强。什么叫反建构能力啊？就是我坏你事儿的能力啊。你美国想单独构建一个机制解决一个问题，我俄罗斯虽然起不到你那样的作用，但是我能阻碍你作用的发挥。俄罗斯的这种反建构能力的上升啊，也是遏制美国霸权的一个积极因素。过去十年里，美国已经认识到，尽管用武力能够在中东推翻任何一个政权，但是美国显然并不善于建设一个国家。美国军事介入十年之后，伊拉克、阿富汗都处于深层次的不稳定状态，饱受冲突蹂躏。作为中东抗衡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叙利亚的存亡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和伊朗不可放弃的核心利益。俄罗斯目前需要死死守住仅剩的几个从前苏联那里继承来的势力孤岛。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萨瑟说，因为俄罗斯在中东没有一个能与叙利亚相媲美的海外基地，无论美国战与不战，普京的立场都会坚定，那就是全力捍卫叙利亚。